好，弟兄姐妹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好不好啊？好，吃饱了没有？没有，没有吃饱也不要找我了啊！阿门。好，来，我们站立起来，我们来读一个经文，好不好？加拉太书，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我今天晚上是神迹之夜嘛，哈，我现在才被提醒。那我们要看一下神的话语，加拉太书第二章。20节到21节，哈，好吗？有经文吗？如果没有，我跟大家来读哈。这边讲，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呢，我们要让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就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是为他而活，不是为任何人而活，不是为任何事情而活，而是为主而活。那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知道我们会有一个更有盼望的一个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晚上让我们带着祷告的心，我们唱这首诗歌，我们然后用一个灵歌，用方言我们来祷告，预备好我们自己心。今天晚上告诉自己，你想领受些什么东西，你告诉上帝你要得着什么东西，那是很重要。不要每一次我们来就是很被动的，而是我们要主动向神要。我们要什么？主动向神问，向神求，向神要。我相信上帝会给我们。阿们吗？阿们，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再次的回到神的面前。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求你复兴我们，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正直的灵，清洁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从心有正直灵。主，求你复兴我中的圣洁，将我分别为圣，做你尊贵荣耀器皿。举上我们所有姐妹们，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复兴。我将生命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
是我们自己，乃是主你活在我们的里面。Amen. 让我们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尊贵圣洁的器皿。Amen. 主，我们谢谢你将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完全的交托在主你的面前。今天晚上，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有更大的领受，更有信心的领受主你自己的话语， Amen. 主你的医治，主你的更新和释放。Amen. 主，让我们知道主你在我们的中间。这个时刻你已经来造访我们，你已经来探访我们。主，我们欢迎圣灵，主你来动奇妙的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与你面对面。谢谢主，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你，因为你是我们活着的耶稣，是永远活着，主是世代尽在永在不改变的上帝。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你。哈利路亚，我们奉耶稣的名字，我们这样的祷告。 Amen。Amen. 来举上我们的右手，宣告我们的使徒信经，来一二三。我信创造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站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共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掌声归于耶稣。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再次回到上帝的家，一起来敬拜赞美主。 Amen, Amen. 好，这时刻让我们转过前后左右，跟弟兄姊妹说，哈利路亚，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 Amen, Amen. 哈利路亚， God is Emmanuel, 神与我们同在。
活着，乃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阿门。这十字架的大能，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来赞美，来敬拜他。阿门。阿门。让我们带着喜乐的心，一起的来歌颂赞美我们的主。你是。Yeah.
充满了我的心房，赐我能把歌唱，赞美我神耶和华，好像冬天的阳光，温暖了我的心房，来自神灵的力量。我要赞美他，唱赞歌，跳跳舞，高举双手赞美耶和华，抬起头，举起手，高声万古赞颂他。我的主，我的神，我的上帝，我的耶和华，你是我们，我们的力量。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无时无刻你都与我们同在。你的话语告诉我们，如今不再是我们活着，
乃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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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你。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希利哟，拉玛拉。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感谢主耶稣。今晚上神的话语对我们说，诗篇第四十二篇第五节是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呢？为何烦躁呢？应当仰望神，应当仰望神，因为他用笑脸帮助我们，我们还要称赞他。弟兄姐妹，今晚上诗篇第四十二篇第五节这样子的告诉我们，不要忧闷，不要忧愁，也不要烦躁，你要当仰望上帝，你心中就有真的平安。叫你知道他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没有任何的神是这样子，唯有我们的上帝耶和华我们的主，他用笑脸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今晚上你有什么需要吗？尽管告诉耶稣，告诉耶稣， Bring your need to Jesus. Lift your eyes upon the Lord, for He cares upon you. 他是爱我们的上帝，他为我们舍己。弟兄姐妹，把你双手举起来，领受， just receive it. As we lift our hand together, we receive God's blessing. 他要教导我们，他要引导我们。你心中有烦闷吗？纳闷吗？烦躁吗？交给耶稣。 Bring your needs, bring all your trouble and sorrow to Christ, to Jesus. 把你的忧伤，把你的痛苦交给耶稣，因为他顾念你。弟兄姐妹，不要烦躁了。我的心呢，你为我忧闷呢？我的心呢，你为我烦躁呢？你当仰望神， Look to Jesus, Look upon Jesus, Fix your eyes upon Jesus. 他用笑脸帮助我们， The Lord will help us indeed. 他会帮助我们到底。荣耀你，荣耀你，天使天君围绕的地方，You surround this place with your angels, Lord. 主啊，在这里有什么荣耀？ Yes, in the glory of God, in the presence of a glory God, His glorious King, 荣耀的君王在这里。他给我们气息，他给我们生命，交给耶稣。交给耶稣，你心中就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因为你懂得交给耶稣，主要交给你，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把我的侍奉交给你，把我的家庭交给你，把我的孩子交给你，把我的父母交给你，把我的前途交给你，把我的一生交给你。 Let the Lord reign rule over us， 让神掌权在我们当中。领受这个平安， Receive it， Receive the peace of God， The God of Shalom， 他要给我们平安，他给我们信心。感谢你，在神的同在里是何等的美好。How good it is in the praise of God. What a wonder our God is. 感谢主，天父，进来面前感谢你，我们喜爱到你面前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我们学习到你跟前，到你脚前，到你宝座前，我们向你祷告，我们向你敬拜，我们要赞美你，我要歌颂你，我要一生跟随你。主，这是我们的祷告。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什么事故，主啊，你是知道的，他必知道，永远会知道，他是一直也知道我们将来的主。谢谢天父，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向我们说话，让诗篇第四十二篇第五节再提醒我们，当仰望神，因为你必用笑脸帮助我们，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主耶稣。他用笑脸帮助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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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信息并离开了我们，能力临到我们当中，奉耶稣的名字，奉耶稣的名字，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阿门。大家请坐，感谢神。弟兄姐妹，你到神的同在里面是何等的宝贵，妹妹西的姐，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的荣耀里面是何等的美好事情，多么盼望了我们更多时间来敬拜神。我们要祷告，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敬拜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五个小时，阿们吧。阿要不要啊？但不是今天啊。我们可以祷告上帝，一天我们 will worship God more time for God， 阿们。我们更多时间来敬拜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是我们打开圣经到这个约翰福音 ，That's in the Bible Gospel John， 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看圣经到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要说奉献。We prepare heart to collect the offering. 我们一起领受这个祝福，我们要说奉献。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看第十节。第十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 ，John the Gospel, chapter 10, verse 10 to 14. 好，我们找到了，我们来念。我们看圣经的，看圣经，没有圣经看荧幕。OK， 我们读的经文，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枯工呢，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了，就撇下羊逃走。狼捉住羊，赶上了羊群，枯工逃走，因他是枯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什么呢？舍命。我们注意，魔鬼来无非是要杀害，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身体杀害，夺去、偷窃我们的喜乐，夺去我们的幸福，毁坏我们的家庭，毁坏我们的关系。但是耶稣说，我来是要教你们的什么？生命。一起说生命。生命不但是生命而已，要得的更丰盛 abundant life。 这丰盛生命从哪里来呢？从耶稣而来。弟兄姐妹，我们如何得到生命呢？是因为耶稣为我们舍命，他舍命才我们才得生命，他死了我们才有着复活的盼望，阿们吗？弟兄姐妹，耶稣说呢，我是为羊舍命的。所以一个雇工不可能呢会雇着这些羊，就好牧人会雇羊，因为羊舍命。第十四节说呢，我是好牧人，认得我的羊，给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弟兄姐妹，今晚上你认识耶稣吗？耶稣说，我认识你，因为我认得你的声音。弟兄姐妹，今晚上这耶稣为我们舍命的， Jesus had died for us, deny himself for our sin on the cross。 他为我们的罪死在世界上，我们知道耶稣是非常非常愿意把最好的给了我们。今晚上我们要把最好的给上帝，然后奉献当这个一个的祭物，一个献祭给我们的上帝，甘心乐意给的。一起说甘心乐意。阿们。是摆上的。所以祭这个就是一个献祭，是要付代价的，是要撇下的，要丢弃的，要完全放下的。所以会感觉到一起的，如果你奉献被感觉到感觉呢，那不是奉献的，奉献会感觉到哎呀少了，
但是还是要丰盛，那才是真正的饥饿。阿妹妈，因为你多了给了没有感觉，但是接着给的时候一个感觉，那个就才是呢真正的献祭。阿妹妈，我们今天祷告 ，Let's pray。天父，今天晚上我们感谢你教导我们如何奉献，不是按照我们的过去的方式，就是呢按照我们的方便，按照我们的意思，乃是按照圣灵感动我们来奉献，让我把最好的给你，因为你把最好的给了我们，为我们舍命的，我们还有什么东西能回报你呢？我们只有把一生献给你，这奉献这是我们心中的对你的表达，我们对你的爱和委身祝福的奉献，用在你国度里面，将祷告乃是奉靠耶稣的名字，阿们。感谢主哈。好，感谢神。好，他们说奉献的时候呢，我们一些的报告。第一项报告，记得明天早上我们有这个三个月一次的晨更祷告会，在哪里啊？在芙蓉林跟复兴教会，所以记得明天早上6点到8点呢，我们都要过去那边祷告啊。就不但期待他们过来，我们有彼此的学习，去呢交换的这个的讲台，一起来祷告，为城市的一个晨更祷告会。平时你可能很难参与平时这个晨更祷告会，但是呢，我们能够参加至少一个一次的晨更祷告会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其实没有任何借口说不能来，因为呢，上帝把生命给我们，你不要说呢，因为我睡不醒呢，因为呢我很累了哈。弟兄姐妹，只要你愿意的话呢，累或是睡不醒不是问题，问题就是我们愿意要来，你就会来了。你不愿意来，怎样呢？还是不会来了，对吧？啊，所以弟兄姐妹，那么抓紧个机会，明天早上我们去灵恩教会一起为我们城市祷告。亲爱，你爱芙蓉吗？爱芙蓉就走下。啊，所以我们有责任，我们有这个责任为我们芙蓉来祷告。阿们，感谢弟兄姐妹，这是给我们的恩典。第二件事情呢，记得明天晚上呢，我们有这个儿童教会的推长之夜，所以我们有特别的这个节目啊，主题是爱。所以今晚明天晚上呢，我们将会邀请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孩子们到来，我们有这个儿童的节目为他们呈现，所以是非常棒非常精彩的节目。所以弟兄姐妹，尽量带你的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或是家人的孩子来参与一年一度的这个儿童教会的推长之夜，感谢神哈。所以我们过去两个礼拜呢，我们很多非常落力的去做这个幸福小组，感恩，因为我们四个小组当中呢都要花时间去预备啊，这幸福小组我们感恩过去两周里面呢，我们至少有8个人洗礼哈，8个人信主啊，把荣耀归给耶稣，阿们。我们相信那个目标是把他们一步一步带到耶稣面前呢，让我们节制呢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但是这是一个开始，我们只是两个礼拜而已，我们还有另外的6个礼拜要进行，请大家为我们的幸福小组祷告，阿们。一个教会呢，一个当大教会在吉隆坡，他的牧师就打过来，我说牧师，你可以过来教我们幸福小组吗？我说刚刚开始不久了，怎么教你们呢？我说慢一点先，我们先做好一轮先啊。所以当时非常兴奋，为什么呢？看到人会来到这个小组，同时他们认识耶稣，而且接着认识主，那是我们最快的事情。每一个人都会有机会参与的，我们就先让施主来做这个工作，下一个呢轮到每一个人，阿们。好，谢谢我们的敬拜团，掌声鼓励我们这一班的年轻非常有棒的年轻人呢，为我们的助理这个敬拜赞美，感谢主啊。好啊，今天晚上呢我很高兴我们有来自好遥远的这个越南的牧师他们当中， welcome Pastor Sela all the way from Vietnam。 那么去年的时候呢，在12月份圣诞节之后呢，我跟家人呢一家五口呢就有机会到越南去度假。我牧师很少有这样机会，可能3-4年一次哈。我这第一次是在那去到印尼，然后第二次在香港，上次呢我们去越南哈。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 Karen 姐妹呢帮助我们安排的我们这个呢这个牧师在我们当中。所以记得所以last year I was in Vietnam. Pastor Mai had given a ring.这个戒指呢是她的丈夫给我们的，啊，为什么呢？这个戒指非常漂亮。于是我太太说呢，牧师，很注意我的金的这个戒指哈。那我想起什么呢？是想起呢，这就不是很多钱的东西，是想起这个国家是一个共产的国家 ，Vietnam is a communist country。
所以呢，他们常常都面对很多逼迫。A lot of persecution happen in Vietnam. This ring remember me to pray for Vietnam. 常常要记得为越南祷告，因为呢，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呢，六十年代的时候，美国曾经要解放他们的越南脱离共产党，但是不成功，所以今天还是共产国家。所以他们国家面对很多逼迫，很多的一些牧师被捉拿。所以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去了教会呢，他们教育也是算是非法的聚会，不然因为不能公开聚会的，而且牧师非常爱主呢，把教会呢从三层变成七层了啊。所以 last year we went into church 啊， from three story become seven story building， 所以都是牧师一手来建造这个教堂哦哈。所以感恩，我刚刚听了好见证哈，所以他们刚已经搬去另外一个好的更大的地方，是刚刚买下来另外一个建筑，感谢上帝的哈。This is my joy and pleasure to invite Pastor Sheila to share the word of God tonight。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的希拉牧师来为我分享。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I'm so honored to be here with you because you and us， 感谢主 ，we are not different。We are one in the Lord. 虽然我们看的不一样，但是耶稣里面我们是属于耶稣的人。We are the same family. 我们来自一个家庭，同一个家庭。The same Father. 同一个父亲。The same Holy Spirit. 同样的圣灵。I believe one day soon we will when we go to the heaven we will see all the nation. 一天呢，我们回到天家，我们看到列国列邦在一起。And all the people from in the world， 我们全世界的各地人都在一处。You and us to worship together， 我们会一起敬拜我们的神。At that time we understand all， 那么呢，我们就会很 No need interpreter， 啊，但是不需要有翻译员呐。Now he， I joke。Now he is in my interrupter。啊，他不是一个翻译员，是一个打扰者。Hallelujah。Maybe we show your husband with you for a while. In a few minutes. Your husband. Okay. Yeah, show him. Okay. 好，我们现在好不好看、yeah. 我们的谢拉丈夫麦牧师呢，他在越南的时候呢，是因为呢是共产国家，他不能公开很多，像我不大会大很多人，但是他透过呢 YouTube 来帮助很多越南人听福音哦。他是在越南呢是非常被尊敬的一个牧师，因为他有很多信息传讲给很多人听听。他的丈夫的这个每一个礼拜都会放映这个呢，播这个呢啊，这个视频给很多越南人看哦。OK， 我们看一下好吧，可以 show the video。这是他的丈夫，他是卖的。其中一个 YouTube 哈，看到，那这是他丈夫，麦牧师，他讲越南话。这位是增长 trong cơ thể con người mà tăng trưởng bất bình thường, tế bào phát triển mà không phát triển được bình thường. Xin phản ý ạ. Thế nào bào bình thường đó nó có tăng trưởng phát triển mà tăng trưởng không bình thường. Ta dùng phản ý đạo hoa.không những vậy, bệnh ung thư. Okay, 好了，我们看其他一个相片，个新的 few photo. 啊，这个是他教会哈。Yeah, I went to the Hmong tribes in the north from Vietnam. 在越南的北部呢，是一个原住民的那些土著地方。Hmong tribes. 啊，在另外一个呢民族。In Vietnam, we have the 54 tribes.我们在越南有五十四个民族。But our church we came to 族群 we reached to 28 tribes. 在当中呢，我们呢向着二十八个族群来传福音。Yeah. 这些都是很多族群呢，不同的族群啊。Yeah, mission trip to for children. 啊，就是向着儿童来传讲福音。Highland, 在一个高原的地方， the 高山。Central of Vietnam. 嗯，这个他的丈夫啊，麦牧师。Yeah, this is the big church in the Bình Phước province. 在一个地方是算是很大的教会的啊，这不像我们在有冷气啊，都是算是呢很非常的简陋的地方啊。
He did the old church in Saigon. 在西啊西贡这个的教堂。Okay, so 啊，给好，好，那个，掌声鼓励哈。My husband and I, we are pastor since 1973. 那么我跟我丈夫在1973年就开始牧养教会。My husband and I, we came from a Christian family. 我跟我丈夫是来自个基督徒的家庭。Because of the gospel came to Vietnam since 1911. 那么呢，在1911年呢，福音就传到越南的国家。Yeah, most of the Christians in Vietnam belong to the CMA Church. That is Christian Missionary Alliance. 这是属于一个呢，我们宣道会的一个组织，在这个越南。And we serve the Lord, belong to the CMA Church. 我们就来 CMA 这个教会来侍奉神。But when God called us.To serve the Lord. 当神呼召我们去侍奉神的时候 ，But we don't in CMA Church. That is traditional church. 我们来这个很传统的教会。We know very much about God, Jesus, but Holy Spirit. 我们只认识圣父、圣子，但圣灵呢，我们不是很认识。Now I will to tell you why we have the underground church in Vietnam. 为什么我们这个有很多的地下室教会呢？You know, Vietnam since 1954, Vietnam divided into two. 那么1954年呢，我们越南就分成南北部。The North Vietnam belong to the communism. 那北越呢，就属于这个共产党了。But in the South of Vietnam, we are freedom like our country. 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由的一个地方。We live in the south of Vietnam. 我们就住在越南的南部。Since 1975, 直到1975年 ，the communists from the north Vietnam overcome the south of Vietnam. 那么北越的这个共产党就开始攻打这个越南。When the north of Vietnam they took away the south of Vietnam, 当这个北越呢就把这个越南攻起的时候 ，they consider gospel come from America, not come from God. 所以呢，这个圣经不是来自上帝的。So that reason why they persecute the Christians so much. 所以因此呢，他们共产党呢就逼迫教会。They burn a lot of Bible. 他不允许有圣经的出现。They put many pastors in prison. 他们把很多牧师捉在监牢里。They close many just laid out the door of the church. 他们就关闭了很多教堂。Especially in the countryside, they a lot. But in the big city, they also closed some churches. 那么无论是在郊外或是城市的教也是如此被关闭。And the government,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they mocked Christian name and they mocked Jesus name on the radio.On the newspaper. 我们的政府透过这个电视呢，或是呢报章呢，来亵渎呢这些的耶稣教会和耶稣基督。In front of that situation, 对于我们这个亚洲人说呢 ，We cannot bear, we cannot treat the government mocked Jesus' name. 我不允许呢那些政府呢亵渎呢耶稣的名字。They can mock my name. 他可以亵渎我。But they cannot my Jesus.Name. 他不能够亵渎我耶稣名字。In front of that situation, 这是我们一般上亚洲人的心态。We bow down before him. 我们跪拜在那边。We cry out to God and pray. 我们向我们的神跪拜，敬拜主。But not freedom to pray. 我们当时是不能够允许自由敬拜。We pray in the secret room. Secret room. We use the secret room to close the door. We pray. Okay, 我们关闭门起来，闭门祷告。We hide the shoes in the box. 我们有时呢，就是箱子里面。You know, because in Vietnam, if you come to the house, you leave the shoe outside the door. 我们把鞋子放在这个家外面。But when we pray, we leave the house the shoe outside of the door. The police will know that. 如果你把鞋子放在外面的话，警察看到你的鞋子的话，知道里面有人。
But we don't care. 但是我们不管他们。We pray, we pray. 我们不断的祷告，在祷告。We cry out to God. We. 我们向神呼求。Lord. 说主啊。Please show us your glory. 我们求你彰显你的荣耀。I would like to read the Bible. 这时候我们要看圣经。I follow Moses. 我们来看。Exodus. 我们看 Chapter 33, verse 17 and 18. 我们看出埃及记这个经文。33. 第33章，我们看第17节到第18节。And 第33章 yeah, you can read in the Chinese. 33章 17. 17 and 18. 这七节到第十九节，我们看出埃及记第33章第十七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呢，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就怜悯谁。Yeah. Here the Lord said to Moses, I will do the everything you have asked. 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了，你所求的我都要行。No condition. 没有任何条件的。It means Moses can ask everything he needs. 意思说摩西可以向神求任何事情。Maybe if I am Moses, 如果我是摩西的话。When I hear the Lord say about that, 如果是神这样告诉我的话呢 ？I will say, Oh Lord, Lord, please give me the big house. 主啊，给我大屋子啊 ！Yeah, or give me the good motorbike. 我给我一个好的那个单电单车。Oh Lord, because around Moses had many enemy want to against him. 因为摩西有很多四围的仇敌要攻击他。He can ask the Lord for him to kill them. 要求上帝把这些敌人击杀。He asked everything because here the Lord said, "I will do the everything when you have asked." 因为神说了，你要求我就给你一切。But Moses don't pray like I said. But Moses said, "Lord, please show us your." Glory. 摩西却不是这样祷告的。他说呢， yes. 他祷告说：“愿神彰显荣耀。” Moses only asked, "Please show us your glory." 他说：“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We followed Moses and we asked Lord in front of the situation in Vietnam at that time. We bowed down before him. We cried out to God and prayed, "Lord, please show us your glory." 怎么他就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呢？他跪拜在神面前，求上帝彰显和荣耀给他们。You hear?The communists, they mocked your name. 我说这共产党呢，去亵渎您的名字。We pray and pray, not only one day or two day. We pray the month and month, the year and year. 我不但是一天两天祷告，我是一年一年的祷告。Because when you believe, you pray, amen. 你相信，你去祷告。If you don't believe, you don't pray. 如果你不相信，你就不祷告。Why you pray? Because you believe whatever you said. Jesus said he will do. 因为你相信，所以祷告的。因为耶稣说，神说那如果你祈求，他就给你。Because our Lord, our Jesus, yesterday, today, tomorrow, and forever.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的今日之道永远都是不改变的。You don't pray is mean you don't believe. 你不祷告，等于说你不相信，你不信。Depends on how many percent you believe. 多少巴仙你相信神呢 ？You will receive how many percent? 就看你的巴仙数多少。You know? 你知道吗 ？When the companies came, they who are filling, they had a form for filling. Who are filling? I am kitchen.听不明白。You know, you saw. When the government give a person the form to fill in the name, 表格去填写 the name and what religious, what your religious. 表格写你信仰什么宗教的。If you fill in, I am Christian. Okay, 我说我是基督徒。
that you have problem. 你就有问题了。 You cannot have the voucher, the coupon to buy the food from the government. 你就没有那个coupon去买食物了。 Because at that time, all the food belonged to the government. 因为所有食物都属于政府的。 And I am Christian. At that time, I am a Christian. I'm also a pastor. I have the degree, but I cannot get the job. 那我因为我是基督徒，我是牧师，所以呢，我不能够去做那份工作。 Because I'm Christian. 因为我是基督徒。 If I want to have the food to eat, I will buy in the black market. 我要买书呢，要到黑市里面去买书。 But no job. 但也没有工作，失业了。 How do you have the money to buy the food? 你失业了，怎么有钱去买食物呢？ But we don't care about that. 但是我不管这些东西。 We believe that our Lord is alive, not die. 我们相信我们神是活着，不是死的。 He will provide us supernatural. 他会行神迹奇事的。 We don't need the food. 我们不需要这个食物。 If the government don't give us, no problem. 如果政府不给我，也不是问题。 We don't have the food, we will fasting to pray. 我们没有食物，我们禁食祷告。 Amen. Hallelujah. 掌声鼓励牧师好吗？ Hallelujah. When at my house we have many books, Christian books. 我家里有很多基督徒的书籍。 I know, and when I know in the Holy Spirit revival the church in America. For 100 years, 我看到这个书里面讲到，在百多年前有这个复兴临到这个美国。 The Holy Spirit revived the church in China. 那我看到这个复兴临到中国。In Indonesia. 在印尼。 In Wales, in England. 在英国也是这样。Korea. 在韩国。 Wow! When I read the book, my eye opened. 那我看到书，我就眼开了。The church grow in not. You are good organization. 不管你是好不好的这个组织的好。 But the church grow in because of the Holy Spirit move. 因为圣灵的工作，所以成长。 And my husband and I, we said, Lord, we are willing to pay any price for revival. 所以她跟丈夫说呢，我们要为了复兴要付出呢，应该要付的代价。 Even though we live under communist country. 我们是活在共产国家。 The communist gate cannot event without the stop the Holy Spirit move. 所以共产国家不能够阻止圣灵的工作。 We pray and we pray. 我们不断的祷告。 You know. 你知道吗？ At that time, my husband and I, we were a senior pastor with mid church with 3,000 members. 3,000 members. 我其实我跟丈夫，我们两个人是牧养大概3,000人的教会。 We asked our member with us together continue to pray for revival. 那么我们一起请求会友呢，跟我们祷告复兴临到越南。 You know when we pray because you know our background come from traditional church. 又不要忘记，我们是来自传统的基督徒家庭。 But when we did the Holy Spirit move the church in the world, and we continue to pray for revival until after 5 years. 我们呢看到整个世界有圣灵的工作复兴，我们不断祷告复兴，祷告了5年。 One day we gather together around 12 people. We had a meeting room. 我们大概有十二个人在一个祷告室里面祷告。 We had a fasting to pray for a week. 那么大概一个礼拜我们禁食。 The first day no problem. 那第一天没问题。 The second day no problem. 第二天没问题。 On the third day in the morning no problem. 第三天早上也没问题。 But on the third day afternoon we had problem. 当到第三天下午就有问题了。 When we pray, we could not pray in our language. 我们开始祷告，祷告不是我们的越南话。 We pray in tongue. 我们开始用方言祷告。 Wow, we were so scared. 我们开始很惧怕。 We ask Lord, we don't need this. We pray you revive us. 所以我们求复兴，不要求方言。 We thought that is come from the devil. 但是，那些方言是来自魔鬼的。Because in the church, we
we never hear about the speaking tongue. 因为我们从来没听过讲方言是不是？ We thought that is a come from the devil. 我们以为来自魔鬼的。 We said, "Oh Lord, please cast the devil out of us." 我们要奉耶稣把他鬼赶出去。 We are still weaker. when we pray, we pray. Wow, we cry a lot, and then I see all the people tell people in the room speak in tongue like me. 那么呢，我就不断祷告又哭泣，那么发现很多人，包括12个人都讲方言了。 And then I see the miracle happen. 我们看到神迹发生了。 There the lady, she can walk like us. She used the wheelchair. 我们一个姐妹呢是坐了轮椅的。 When we receiv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当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受圣灵的洗的时候， she was so happy. 她非常高兴快乐。 And she jump. 她这样子就跑跳起来。 Wow, what happened? 她转个轮椅。 And then she walks like us. 就开始站起来跑动了。 I talk to our member. Oh, no, no, no. Don't pray, catch the devil from us now. 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不要这样子。 That is a miracle from Holy Spirit. 这个就圣灵的工作。 You see the miracle happen. 你看神迹发生了。 Wow, oh, we are so happy. We said, "Oh Lord, please come in, come back. Don't go out of us." 我们就说主啊，回来。 Hallelujah. 把掌声给上帝，阿门。 Praise God. You know, that is the first time in church. See, major history, we receive baptism. 第一次，我们这个传统教会呢，领受这个圣灵充满，我们讲方言。 Oh, after that, after 1 month, 2 months, there are 1,000 people receive baptism. 那么之后呢, in my church. 一个月两个月呢，我这曾经的人都开始讲方言了。 And there are many miracles happen. 那么很多神迹发生了。 So that the non-believer, they hear the sick healing. The devil out. 我们看到很多非信的看到病的医治，鬼被赶出去。 And they came to the church for us to pray for them. 那么就来到教会的请求我们祷告。 And every many people come to the Lord. 那么很多人就因此相信耶稣。 We don't need to go out to share the gospel. 我们不是在出去传他们的福音。 But they saw the miracle happen. They come to the Lord. 他看到神其实是来到教会来认识耶稣。 Every day in the government. They see many people come to the Lord. 那么这些的政府看到很多人开始来教堂，很多信靠耶稣。 And the CMA church, they did not agree about speaking tongue. 他也说，哎，这些怎么讲方言的人 ？You know, we are pastor in CMA church. They don't allow for the member to lay hand on the people to pray. 那么这个以前呢，就是不允许的牧人呢按手在人身上祷告。 Only pastor only can lay hand. 哦，你说只有牧师可以按手在人身上祷告。 You know, and the government and the leader of CMA church, they did not agree about that, and then they kicked us out from CMA. Hallelujah. 所以他就这样子的阻止他们这样做事情。 Hallelujah. You know, after 1 year, we receiv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一年后呢，我们领受的圣灵充满。 They kicked us out from CMA. We start to establish the underground church until today. 那么我们开始被赶出去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建立这个地下室的教会。 After we went out of CMA church, the police follow us. 那么虽然我们离开这个教会之后呢，他警察还是跟着我们。 And we continue to pray for revival, and we train the people. Train them, teach the Bible. 我们就因此要求复兴，我们就不断训练很多工人。 After 2 years, 2年后， they put my husband in prison. 2年后呢，我的丈夫就被捉拿，关在监牢里面。 And I was relieve him to take care of the church. 我就因此呢要照顾教会，照顾个地下室的教会。 You know what happened?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When we went out of CMA church, at that time in the law of the government, they don't allow for Vietnamese contact with the tribal people. 那么当时呢，他们政府呢不允许我们的越南人跟那些土著原这些的原住民或者土著呢有来往。 If they know us contact with tribal people, they will put us in prison or they kill us. 如果我们这些人接触这些的原住民的话呢，可能会被捉拿，会被杀死。Because they are afraid of Vietnamese and tribal people
connect together, we are against the government. 他是怕我们越南人跟这些的土著一起联合来对抗这个政府。 But the Holy Spirit lead us to the tribe people. 但是圣灵引导我们，就像 not easy to go to the tribe people. 很多这些原住民。 They live in the jungle. 他们活在这个森林里面。 Today the government opened the new road for us to go, not the jungle. 那么这时候呢，政府已经为我们开路，给我们进去了。 We go to the jungle and we share the gospel in by night, not day. 那么呢，我们在晚间呢，到这个森林里面，向这些原住民的土著呢传福音。 One day I went to the highland with my workers, you know, from Saigon to closer. Yeah, nearest to the highland, nearest to Saigon, around 200 kilometers. We came there by night by motorbike. 我跟一个同工呢，坐着 motorbike 呢，从西贡这个地方大概200公里的地方，去了一个很高原地方。 And some people they waiting for us there. 我们那边有人接待我们 to lead us go to the jungle. 我就带我们到森林里去。 Because in the jungle, no the name of the street. 因为那里面没有这个食宿。 Sometimes my motorbike broken. 那么有时候我这 motorbike 就抛锚了，出的问题。 We came there late. 有时候会迟到。 And the people waiting for us, they left. 那么因为迟到了，他们已经走了。 But we came there, we cannot go back. 但是我不能回去啊。 I told my workers. Okay, we continue to go. 所以我们就继续呢， walk, 骑摩托车跑， walk in the mountain, in the jungle. 到这森林里面去传福音。 We had a small, light. 什么来？ 倒出来。 Yeah, the 等你问。 The light very small like that, and to put. 哦，我们有小电筒。 嗯， 是吗？ Yeah, we cannot. 应该是的。 哦，不是那么大，是小小的。我只坐在旁边的，只看到我们的脚而已哈。But we lost in among inside the jungle. 我们在那边迷失。We don't know where. 我们就在那边迷失了。We went to in the jungle until 1 a.m. 那么一直到凌晨一点，我们在森林里面呢迷失的。 But cannot see the path go to the village. 那么看不到路去这个山丛里面去。 We pray. 我们开始祷告。 And suddenly, 突然间， I saw one small light in front of us. 前面看一个很微小的光线出现。 And I told her, okay, we follow the light. Maybe the village over there. 我看着这个跟那个小小的微小的光跑。 And when we follow the light still there, cannot see the village. 那么我们看到光在前面，但是看不到任何一个乡村的地方。 Until we saw the path go to the light, the village, the light. 直到的我们来到一个路，能够到这个乡村的时候，那光就消失了。 During that time, we always to follow the Holy Spirit. 好像我们就是圣灵的带领这样子。The Holy Spirit lead us. 圣灵会引导我们。We only fear God, don't fear man. 我们要敬畏神，不要怕人，要怕神。We only want to do whatever our Lord wants us to do. 我们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We don't want to do whatever the man tell us to do. 我们不要去做人要我们做的事情。 You know, I tell you, we had a meeting at the house. 我们就开始家里面有聚会。 One day, I'm preaching in the we divide many house churches to worship. 我们就分了几组人一起在家里面祷告。 And one day, when I preaching in one place. 那么就开始他们正道讲道的时候。 The police came to the house. 那么这些警察就进来了。 They don't need to ask. We can come to what house they want. 他们可以随意的到我们的地方来。 When I'm preaching, they said, 检查我们。 You stop. 他说你， to preach. 你要停止讲道。 I look at him. 我就看着他。 I said, No, I cannot stop.
我说我不可以停止讲道。 Do you know this is a holy place? 他说这里是圣地。 You need to honor the place we worship God. 你要去呢尊敬这个呢我们敬拜神的地方。 If you want to talk with me, 你要跟我讲话。 Okay, you sit down to wait. 你就停，就等我。 When I finish the message, 当我讲完道之后。 I will talk, will meet you. I don't hide. Don't worry. 你就不要担心会见你的。 I can't believe. 我想象不到。 He sit down to wait. 他在坐那边听我讲道。 Funny, hallelujah. 感谢神。 And after I finish the service, 我们继续上了。 He took me to the police station. 他带我去了警察局。 Among the street. 在这个乡村的一个地方。 And my people at that time around 30 people follow me go to. 那么30个会众 go to the police station. 30个会众跟着我去警察局。 When we came to the police station, 带我来到警察局的时候, they invite me to sit on the table to talk with him. 我来到这个桌前呢，跟我对话。 And my people to kneel down on the floor in the door of office to pray. 那么我会就在30个人就在那个门口那边呢跪下来祷告。 They pray and the police look at. Not here. Not is the church. This is a police station office. 说这个不是教堂，这个是警察局。不可以祷告。 You cannot pray here. 你这里不能祷告的。 And one new believer just accept the Jesus for 2 weeks. 那么一个女信徒呢就开始讲话了。 She stand up. 她站起来。 She said, "We know this is a police station, but our Lord is everywhere." 我在这警察局，我知道，但我上帝是无所不在的。 So we can pray everywhere. 我们可以任何地方可以祷告的。 And the police after that he talked to me. 警察就跟我对话说话。 And he sai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see you." 他说我第一次见到你。 The second time, if I see you, I will put you in prison. 我这一次我警告你，第一次，下次现在我就把你抓到监牢里面去。 But now I want to find you. At that time, I remember around the million dong, around $200. 那么这当时罚款，这个大概是百万的，他们的越南钱币大概200块的美金。 I look at him. I said, "No." 我说不可以。 I don't give you any dollar, even $1. I also don't want to give you. 一块钱也不给你啊。 But you need to give money to me. 我说你应该给我钱啊。 He asked, "Why?" 他说为什么？ Why I give you ask me to give money for you? 为什么要你给我钱呢？ You know, in Vietnam, they are the people they have the drug addict. 有没有一些吸毒的人？ Yeah, you have the some girl, you know, the girl on the street. 我们一些可能一些妓女在路边。 You put them in prison. 你把这些吸毒的妓女抓在 for 1 year, 2 year, 3 years. 放在监牢里1年2年的话。 After that, they were released. 你就把它放出去了。 They continue more, no stop. 他还是做放具的事情。 But when we come to them to share the gospel for them. 但是我们来到他面前传福音给他们呢。 And when they receive the Lord, 他们接受了主。 The Jesus changed their life. 耶稣改变他们生命。 They become new life. 他们新的生命。 You cannot do it. 你不能做到的。 But I can. 但是我们能够做到。 So you need give money to me. 你应该给我钱，对吗？ Hallelujah! Praise the Lord. 感谢主。 Don't worry, because our life belongs to God. 不要担心，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上帝的，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One more story. 还有一个故事要听吗？ Pastor, how long? I can share. Can sure. 可以，明白哦。 I share some story on Sunday morning. Okay, continue. Can share some more. Oh yeah. Yeah. When you know when my husband was in prison. 当我丈夫在监牢的时候。 The high officer in the city, Ho Chi Minh City. 在这个何志明这个高层的官员， he called me come to office.
来到要去这个办公室。 He said, "I want to let you know, your husband in prison." 我要告诉你说，你的丈夫在监牢里面。 If I see you go to share the gospel wherever, I also will put you in prison like your husband. 如果我看到你传耶稣的话呢，我一样把你放在监牢里面去。 I said, "Okay, it's up to you." 我随你那边呢。 But I also would like to let you know. 我要告诉你呢，就是。 If you put me in prison, I will continue to preach the gospel for prisoner. 啊，所以我在监牢里还是向这囚犯传福音的。 If you kill me, 如果你把他杀了，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你杀的我。 This is a very good time for me to meet my father. 哎，最好机会回到我们天父面前。 You know Jesus loves you. 这耶稣非常爱你啊。 I love you. 我也爱你啊。 You want to believe him? 你要相信他吗？ I will pray for you right now. 我为你祷告，现在为你祷告。 He said, "No, no." 他说不可以，不能够。 I promise, if I see you wherever, I will put you in prison. 无论你看一下常辉，我就把你抓到监牢里面去。 Okay, it's up to you. 好了。 You know why I want to I say about that? 为什么这样说呢？ Because I know who I am. 因为我知道我是谁。 And I know who my God is. 我也认识我的神是谁。 Because our life belongs to God, not belong to us. 因为我的生命属于上帝，不是我们自己的。 If our Lord don't allow them to put me in prison, they cannot do. 如果神不允许他们把他放在那里，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Until today, I never go to the prison. 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被抓到监牢里面去。 I don't know the reason here in your country, good or not, but in okay. 我不知道这个马来西亚监牢是怎样子的。 Terrible prison in Vietnam. 在越南的监牢是非常糟糕的。 Under communist. 在共产国家里面，共产政府里面是非常糟糕的监牢。 Terrible. 非常恐怖。 You know. 你知道吗？ You and us, we have an awesome God. 我们一个非常伟大的真神。 No one can compare with him. 没有任何跟我们神相比。 We have an awesome God. 我们一个非常可畏的上帝。 That's reason why I said, I don't worry. I don't fear the man. Just fear God only. 我不怕人，我是切的敬畏。 You must know who God is and who you are. 要认识你所信的神是谁，也认识你自己是谁。 Nothing impossible with him.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 Do you believe that? 你相信吗？ Amen. You know the miracle happened even risen from the dead. Raised from the dead. 哦，神迹发生也在死人复活的事情上。 Cancer healing. 那么耶稣医治了很多疾病的人。 I am pray for the one choice people in the Bình Phước province. Pray for him. Die. Raised from the dead. 哦，在一个高原一个土著地方呢，为一个死人复活祷告。 I tell about that not for you to know. I am had a gift to pray for. 不是因为我这个恩赐能够为他们祷告。 The glory to God. 把荣耀归给上帝。You know why? Hallelujah. You know why? Because at that time when the twelve people died, they region the police come, they look. You know, Lord, here many people non-believer here. They see. I want to do, you do, for the, your glory, because they mocked your name. Now, please show your glory now. Because so we see that from the dead, from the dead, from the dead, we see the miracle in the dead. On Sunday, I will say more, but now I would like to read one more scripture. 我要再读一段经文给大家听。 For you, to encourage you. 叫鼓励你们。 The second chronicle. 在历代之下。 在旧约的历代之下，第七章
第历代志下第七章带下 14 第十四节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节 14 and 15十四节到第十五节，我们读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说呢，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Here, Lord said, "We, if my people who are called by my name, 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百姓 will humble themselves, 只要他谦卑，自我谦卑 and pray and seek my face, 祷告寻求我的面 and turn from their weak ways, 然后转离他们的恶行 then will I hear from the heaven and will forgive their sin, 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 and will heal their land, 医治他们的地 Now my eyes will be open.闭睁眼看 and my ears attentive to the prayers offered in this place. 侧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 Yeah, now, 现在 Lord said, now my eyes will be open and my ears attentive 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to the prayers offered in this place. 现在第十五节说我必 I know this place you had a prayer meeting. 就在这里我们所信的祷告神必垂听 When you pray, you believe you pray, you bow down before him, you pray, he will be open his eyes. 所以如果在这里祷告他必睁眼看侧耳听你的祷告 His ear will hear your prayer. 他耳朵要听你的祈求You remember that. 你要记得这经文。Don't give up. 就要不要放弃。Continue to pray. 来到神面前祷告。We pray not only one week. 我说不是一个礼拜一个人祷告。But we pray for a long time until today. 我每一个礼拜真正祷告。You know, I tell you the story. Three years ago, and the one the Highland, they 6 months, no rain. But 在三年前呢，我是一个高原，在越南地方呢，是 all the three 三 3 months, 三个月没有下雨。And the dry the soil everything died. The tree 全部的土地都非常干燥。And we came to visit them. 我们就开始探访他们。They don't have enough water to drink to do something. 我们做一些东西在一个地方。I bring them to the well. 我们就来到个井旁。We kneel down around. 我们在井旁就跪下来祷告。No water there. 那时候没有水。And we read this scripture.我们就读这个经文。If you said, Lord, we are Lord, you are called by your name. 说我们是称为你名下的子民。You are called by your name. 我们要称，我是。Now we humble. 我们谦卑自己。We seek, we pray and seek. 我们祷告寻求的面。We turn our sin. 离开一切罪恶。Please forgive us. 求你赦免我们的罪。We forgive us. Forgive our people. 求你赦免我们这个百姓。Forgive Vietnamese. 赦免我们越南人。Forgive the government. 赦免我们的政府。They're against you. 因为他却抵挡你。Now we are your people. 我们是你的子民族啊。You keep your word. 你去守了你的诺言。You need.To fulfill whatever you said. 应验你所说的话语。And you said whatever you said, you will do it. 我说你会听我们的祷告。Whatever you promise, you will complete it. 你所应许的，你必会成就。Now I ask you to do it for us. 我们求你成就这件事情。Pray and pray and pray. 我们就不断的祷告。Early morning until 4 p.m. 从早上一直到下午四点。
when we read, I saw, I heard some sound like the water, come out in the well. I think that is, I believe that God answered our prayer. 我相信上帝听了我们祷告。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 You answer our prayer. And we saw the water come out. Until almost feel the well. And then we have the water to help for the village. And the non-believer round up. They also came to the Lord. They pray for them. We pray for them. Our God is awesome. 我们的神是可畏非常伟大的神。 If you, I think every people, you and us, when we still live on earth, we also facing to the many problem. 我们在世上活着，有面对很多问题。 But don't worry. 但是不要担心。 Our God is still alive. 我们的神是活着的。 Amen. Not die. 不是死亡的。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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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I want to encourage you to continue to pray. Don't stop. 鼓励你不断祷告，不要放弃。 You don't need to wait until have the many people come to pray. You must pray. 那不要等别人祷告，你自己先祷告。 You know, in the beginning we pray, we call people come to pray with us, but only my husband and I. 在那我们不但我们祷告，他们也一起祷告。 For 2 years, still my husband and I. 哦，以前呢，只是我们两个人祷告。 On the third year, we had a few people come to pray with us. 第一年就一些人跟我们一起祷告。 Until from the fifth year, 到第五年, around 12 to 15 people to pray. 我开始十多个人开始我们一起祷告。 Not easy to pray. 我们祷告不容易事情。 Not when we pray, the Satan evil came to say to in the your mind. 那么有说到我们祷告的魔鬼会控告我们的思想。 In the name of Jesus, you cast them out. 我们奉耶稣把这些黑暗 黑暗东西把它赶出去。 One more scripture. 我们再读个经文。 Okay. I would like to use the one some word here to encourage you. 我要在这个经文鼓励大家。 The First Chronicles. 在历代之上。 Chapter 28. 第28章。 Verse 8. 第28章第8节。 带上28第8 Verse 8 to 8 to 9 第8节和第9节，好，我们看经文，圣经，耶和华的会众以色列众人眼睛所说的，我们的神也听见了，你们应当寻求耶和华你们神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如此你们可以承受过这美地。 遗留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 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地侍奉他，因为他监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 This is the message from David before he passed away. 这是上帝给大卫的一个信息，还没有临死之前神给他的信息。 And he said, Now I charge you in the sight of the all Israel and of the assembly of the Lord. 那么我现在呢，在耶和华会众呢以色列众人面前向你说的话。 And in the hearing of our God. 我的神是听见祷告的神。 Be careful to follow all the commands of the Lord. 如果你们谨守遵行神的诫命。 Your God. 你的神。 That you may possess this good land and pass it on as an inheritance to your descendants forever. 你可以承受这美地呢，遗留给你的子孙，直到永远。 You know, David said with the people, his people. 神对大卫和他百姓这样说。
be careful to follow all the commands of the Lord your God. 谨守遵行神一切的诫命。 If you command His word, 如果你可以遵守他的诫命的话, you may possess this good land and pass it on inheritance. 你就承受地土, 那么就传给你的后代或子孙。 If you want your generation, yes, 要你下一代, you must be careful. 你一定要严谨遵守神的话。 You must be careful to follow up all the commands of the Lord. 你要谨守遵行一切神的诫命。 Your generation growing up, 你的, your children, your grandchildren, 你的儿女, your grandchildren, 你的下一代的下一代, will possess this good land. 你就会承受美地。 And pass it on as an inheritance. 那么就承受这个地基业。 And with Solomon, 那么这个所罗门说呢, 第九节说, David said, 这一章, And you, my son Solomon, 我说我儿所罗门呢, acknowledge the God of your father. 第九节说, 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 he asked the Solomon, acknowledge the God. 说你要认识耶和华的神, acknowledge the God of your father. 就是你认识你父的上帝。 In the first, he asked Solomon, acknowledge your God. 他要叫他儿子知道认识耶和华很重要。 If you don't know God, who is? 如果不认识神的话, you cannot serve the Lord. 你就不能侍奉他。 You can hear the Lord say, 神上师, the David said, and you acknowledge the God of your father and serve him with wholehearted devotion. 当你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呢, 诚心乐意地侍奉他, and with a willing mind, 就是愿意的心去侍奉神。 If you know, if you don't know what God is, you cannot serve the Lord. 如果你不认识神, 你就不会侍奉神。 If you want to serve the Lord, the first you need to know your God. 你还没有侍奉神之前, 你一定要认识你所信的神是谁。 If you know your God, you cannot serve the Lord. 不认识神, Amen? 你肯定不能服侍他。 When we know God, who He is, we will serve the Lord with our heart. 那么如果我们认识神, 我们就全心地侍奉他。 And willing mind. 而且是愿意的心。 I tell you the story before I stop. Yeah, yeah. 我要讲这个故事就结束了。 I have many stories to tell you. 我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 If you live with me, you live with me 1 month, I also have. 如果给我一个时间，可以把一个的故事跟你讲。 You know, I want to tell this story for you to encourage you. 这个故事要鼓励每一个人。 The year 2000. 在2000年的时候。 2004年。 I went to Finland. 我就来到去到芬兰 to preach for revival revival conference in Finland. 我去看看这个复兴领导这个芬兰的地方。 They invited about 5 speakers. 当时就引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就邀请当时的5个讲员来。 One to Mexico. 因为来自墨西哥的。 One America. One America. 美国。 One speaker from one. From Canada, 再来自加拿大, one Vietnamese, 再来自越南, and one the speaker from Finland. 一个来自芬兰的地方, five speaker in the spoke to the conference. 就来到这个呢研讨会的5个讲员. When I share after the speaker finished, all the pastor stand here for the people who want to receive baptism, believe come here, who have sickness, who have problem to come for them to pray. 当牧师讲完到之后呢, 就邀请那些要被圣灵充满的还有病的到前面来祷告。 I stand there. 我也站在那里。 One big man, very tall, I'm very short. 我虽然矮小, 但是一个很高大的人在我前面。 If I want to, they cannot lay hand on them. 太高了。 And they came to me and said, 他是, 到我面前说呢, Pastor, be pray for me. 牧师为我祷告, because I had cancer lung. 我有这个肺癌。 The doctor
said, I only have 2 months to live. 我只能够活两个月的生命。So the doctor asked him to go home. 那么我就叫我回家去等时间呢。 Be brave for me. 请你为我祷告。 When I heard he say about that, 我听到他这样讲的话。 I don't pray for him, but I asked him. 我就没有祷告问他。 Do you know only have 2 months later, you will see your father. You go home. Why you don't want? You want to live on earth? 他说两个月你就见你的天父天上父亲好不好？ Because when I say about that, he cried so much. 他就非常大哭起来。 At the time, I was so scared. 我也很怕起来。 Maybe I say that he hurt. He make maybe I when I say like that, he hurt. Hurt. 他有受伤啊。Hurt. I waiting for him when he finished to cry. 等到他哭完之后。 And he told me. 他告诉我说。 Pastor. 牧师啊。 I am pastor. 我是牧师, for many years. 我不讲了很多年了, but I don't serve him with all my heart. 但是我用心来侍奉神。 I ask you to pray for me to continue to live on earth, not for me. 啊, 所以呢, enjoy on earth. 啊, 我能够呢, 继续地活着, but I want God to heal me for me to restore. 要求上帝给他延续生命 for my ministry, my 继续他的服事。 When I heard she said about that, 我听到之后呢, in my heart, 我的心呢, I had compassion on him. 我开始对他怜悯。 So much. I did the first time I feel it. I had compassion on him when I heard. 我开始有一种怜悯的心在他身上。 And I lay hand on her. 我就为他祷告。 I pray in my language. 我用我的自己的语言话。 I don't pray in English. 我不是用英文祷告， 我用英文祷告。 Lord, 说主啊， I am man, a man. 我只是人呐。 When I heard he say about that, 我听他这样讲， I had compassion on him. 我有一个怜悯的心在他身上。 I would like to ask you. 我要求主。 How about you? I ask the Lord. 我说我对他有怜悯的心，上帝，你对他怜悯吗？ How about you? 主啊，你怎么样？ You have compassion on him or not? 是不是对他有怜悯呢？ 我对他怜悯呢，上帝有没有怜悯他？ In the Bible said, you when you on earth, when you see the crowd, you had compassion on them. 圣经说，如果你对人有怜悯的心， Now, this man, he need to healing. 我现在还是要医治啊。 I'm a man. I had compassion on him. 我人都对他怜悯。 Now I ask you, God live for you. 我就 live this for you. 我就交托给你主啊。 And I finish. 我就祷告完毕了。 But he, because I pray in Vietnamese, he did not understand. 我用他的越南话祷告，他不明白我讲什么东西。 And I said, "Oh, you go home." 那你可以回去了。 And the next day, 第二天。 He came to the doctor. 他去检查, to check about the cancer again. 检查他这个肺癌。 The doctor checked very long time. 那么检查就很多时间查。 And after that, the doctor said, 医生说呢, your lungs now look like the baby. 他说你的肺好像, no lungs. 好像婴孩的肺这样子。 Hallelujah. 把掌声给上帝。好了。 And the next day he came to the doctor, and the day after that, and when he came back to the conference, and he testimony about. 他见了医生之后呢，医生检查是他病好了之后，那天他就回到这个研讨会呢讲见证。 You know, this man, I don't have a gift pray for sickness healing, right? Because I don't pray for God heal him, I just ask him. 我没有求医治，我就求上帝怜悯他。 He God must responsibility about him, not me. 不是我，是上帝。 Hallelujah. Did you know this story I want to tell you? 这故事告诉你呢。That
the first God teach me, touch me. 神教导我。Because I am in ministry. 我在神的服事当中。You know, God love him. 如果我不爱他的话。Have him more time for him to restore her. 求上帝的重恢复他。To do whatever he lived for before. 那么呢，就继续能够侍奉神的意思。You know, if God called me suddenly. 如果神突然间把我呼召，呼召回去。I don't have time to repent. 我就没有时间悔改。I don't know where I going. 我不知道去到哪里。In heaven or in hell. So, brother and sister. 弟兄姐妹们。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我要告诉你们呢。You only have the one life to live on earth. 你只有一条命生。Every people in the world only have one life to. 每一个人只有一个一条生一条命。No two life. 没有两条命。You must use one life you have. 你要活要用那条命来侍奉神。Don't say tomorrow, next week, next month, next year. 不要说明天、后天，还是下个月或者明年。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我要告诉你呢。I also have one life to live. 我也是一条命生活着了。But I tell you, if I have two lives to live on earth, 如果有两条命在世上 I also want to give both to him. 我都要为耶稣而活。Because our God is an awesome God. 我的神是伟大可畏的神。If you look back in your 掌声归给上帝，阿门。If you look back in your life, you will put on the, you will see the.Suffering you have, the difficulty you have, everything you have with the blessing you have, which one more? 你要祝福呢，还要苦难，很多问题呢，所以是在乎你的选择。In my our ministry, my husband and I, we met many difficult. 那么呢，我和丈夫服侍上面对很多的艰难的事情。The police, they want to kill us many times. To kill me, kill us many times. Communists. The police. The police. So, 比较祝福呢和逼迫的话呢，我看到祝福多过于逼迫。When you live, when we live, we must repent. Had time to repent. 如果我们活着，我们找机会来悔改。When you die, you had opportunity to repent. 那么如果你死了，就没有机会悔改了。So right now, you know, you need to. No one can compare with him. 没有任何可以跟神相比。Hallelujah. Amen. Hallelujah. You had the time to serve the Lord. That is the special for you. You are the special. 你有时间是很特别的情况，能够侍奉神，要珍惜侍奉神的机会。Brother and sister. 弟兄姐妹们呢？You and we are not different. Amen. 我们每个都一样的。You and us. 你和我。We are together. 我们是一起的。To spread out His kingdom on earth. 我们要建立神的国在这个地上。And hold back the kingdom of Satan on earth. 我们要把这个撒旦魔鬼的国度呢赶出去。Jesus coming back. 我们耶稣要回来了。No more time for us. 我们没有再有多很多时间。Jesus come back very soon. 还要回来，很快要回来了。Sooner than we thought. 我们所想象的更快。So you need to use whatever you have. 要去使用上帝给你的资源。The time, your life, the finances, anything. 你的时间、你的资源、你的金钱。Hallelujah. Hallelujah. Amen. Amen.So that is why we would like to. I would like to encourage you. 这次我要鼓励大家的。You are not different. 你跟我们都一样。You are the same. 我们都一样的。One day soon. 一天。When we will meet in our home in the heaven, right? 咱们天上相会的时候。We will together to praise, worship Him. 我们一起在天上敬拜神。You will see the people who bring them to the Lord.
我们看到很多人就归向神的。Our Jesus never forget whatever you do on earth. 我们地上所做的，上帝不会忘记的。He will bless you and bless your grandchildren. 你的后后，你的后代会蒙蒙福，你的下一代也要蒙福。Amen. Amen.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大家啊 ，Thank you. May God bless you. 好，我们谢谢我们的 Pastor Sarah 哈，感谢上帝啊。弟兄姐妹，今天他们国家还是面对很多逼迫，你知道吗？他们刚刚才搬去一个新的地方，是在非常的危险的情况之下，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去。目前牧师无法来，是因为他现在在训练45个这些年轻传道人，这些都是原住民，都是比较少数民族，去到高原去传福音的人呢。所以弟兄姐妹，既然我们这么多时间、这么多资源、这么自由，我们要珍惜，阿们吗？所以人活在这个自由当中，我们也许我们忘记自由。所以弟兄姐妹，今晚上我们祷告说，要好好的爱上帝，好的侍奉神，趁着还有年纪，你要侍奉神，阿们吗？感谢神，我们站起来，我们祷告 ，Let's pray， 我们一起来为着今天我们说主啊，我们只有一条命，你知道吗？在一个戴德森 Hudson Taylor， 他是中国的，在英国的。英国人他到中国接受宣教，在100多年前，他曾经讲一个名言，什么名言？他说如果我有1000磅的，我1000英镑呢，我一定全部给中国人；如果我有100、1000个面的话呢，我没有一条不留给中国人的。英国人呢讲这句话，就是我非常爱中国人的意思。弟兄姐妹，说今天他们为我们舍命呢，因为他看到生命的宝贵。那我们今天马来西亚的教会，佛龙的教会，你要珍惜你的自由。今天还有很多在中国现在还是变得逼迫，从3月份开始到现在已经是11月份，已经6个月时间里面呢，中国大陆很多十字架被拆了，圣经被烧了。21世纪今天2018年啊，很多基督徒都被到很多的伤害，被牧师被抓捉拿，很多基督徒呢被呢就赶出去，而且呢停止聚会，而且呢不因为什么呢？研究为什么会中国现在会有个逼迫，是因为他们政府共产党害怕他们太多信耶稣的人去影响政府，所以他千方百计会阻止。It's not only happening in Vietnam, China today, a lot of persecution, 很多的逼迫领导。今天弟兄姐妹，马来西亚虽然是回教的这个国家里面，我们都很多自由啊，所以要珍惜上帝给你的时间。Cherish, treasure the time that we have. 我们还可以珍惜上帝给我们时间，不要说没有时间了，啊，忙啊，啊，弟兄姐妹，当你有时间的时候，已经不能走路了；当你要侍奉神，已经没有机会了，已经来到人生终点了，那太可惜了。趁着还活的时候，还蛮多点侍奉神，多点侍奉神，阿门吗？不要找任何的借口说我没有时间，弟兄姐妹，时间是你安排的。我睡不醒是你安排的，睡不醒也是你安排的，睡得醒也是你安排的，闹钟是给你的。好了，弟兄姐妹，诚恳祷告，就是神给你一个机会给你祷告，但是我们却没有好好珍惜我们诚恳的时间，我们选择睡多一点，睡多一点，去把你睡不醒。睡不醒是长眠了，睡不醒，这样子还是神给你恩典了，每一天还是醒过来，还是能够醒过来。阿们，那我们今天珍惜上帝给我们机会，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明天后天，但是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阿们，把我们双手举起来 ，Lift a hand together， 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唱，我敬拜你，那首歌。我一生活着就为了敬拜你。The reason I live is to worship God。敬拜的意思就是侍奉神，敬拜的意思就认识这位上帝。你只要认识他，你就讲侍奉他。为什么今天人把很多时间？花在或者用在这个神国度里面太重要了，太有价值了，我们却花了很多时间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东西，或者呢浪费资源，浪费时间。 We have waste our times, our resources. 我们开始把这些 redeem all the time, 我们开始把它珍惜回来，放在神的国度里面。还有很多人还没有信耶稣的，还有很多家人朋友同学同事还在世上当中的，比如我们今天晚上说主啊，让我们透过今晚上牧师的分享当中，我们要珍惜我们的自由，
尤其今天没有听过这个见证，这见证告诉我们说，他们今天还是面对逼迫的，还没有过去。所以有时候就是因为这个逼迫，他们更爱主。包括我们是开过自由的，我们可以选择要不要，但是他们没有选择，因为他们太多受限制。那么说，自由是上帝给你们的恩典。阿门。我要鼓励大家侍奉神的，爱主，好跟从耶稣，花时间给上帝 ，spend your time with God。阿门。我们一起把手举起来，跟着我这样祷告先。亲爱的天父，我来到你面前，今晚上听到我牧师的故事，主我知道生命只有一条，我们只有一个生命，我们要好好珍惜，让我们的生命成为蒙福的生命，我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要好好珍惜上帝给我的时间、才干、资源、金钱，一切所有的，本来就是你的，属于你的。主啊，我们只不过是管家，我们好好的珍惜，你给我们的一切，我要为你而活，我要好好珍惜。侍奉神，跟随神，亲近神的时间，亲近神的时间，我不再给我任何借口。我要好跟随主，挑望我们，激励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的价值观，要改变，要更新，叫我一生，容神一人，帮助我祷告，不再是一个工作，不再是个责任，乃是爱神。为耶稣摆上，是最有价值的事情。我们要感谢你，赦免我们的罪，过去，我们的无知，我们的不冷不热，现在，我要为耶稣火热，不是为我自己，是为了自己，谢谢你，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孩子，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谦卑自己，我们祷告你，我们寻求你的面，离开一切罪恶，你必垂听我们祷告，你必侧耳听，在这里的祷告，谢谢你，听我们的祈求，我要更爱耶稣，我愿意奉献自己，来敬拜，来服侍，我们可畏的上帝，奉耶稣的名字，一切拦阻我们成长的，黑暗权势，离开我们。在耶稣里面，我们领受能力，领受信心，领受盼望，叫我们更珍惜，你给我们的一切，我们要好好侍奉神，不再埋怨，不再看过去，要仰望耶和华，仰望我们的主。这样祷告，乃是奉靠耶稣的名字，阿门。我敬拜你，我们来唱首诗歌，我们敬拜他。Let's worship the Lord. I worship you. The reason I live is to worship God, to serve Him. 我敬拜你，我敬拜你。I worship you.我一生活着，为要敬拜你。告诉耶稣，我们一生的活着的目的。The reason we live， 我敬拜你。我们要珍惜，我们要爱惜。主把我们生命交交托，把我们教会未来的计划都完全交在手中。因为计谋在人，成就在神，我们就定睛仰望你，让你的旨意成就，不要成就我们的意思，你要成就你的旨意。
我们将感谢祷告乃是奉靠耶稣的名字。阿们，把掌声给耶稣。阿们，阿们。我们站起来，我们做结束的祷告。我们真的有上帝同在的时候呢，时间不再是重要了。虽然时间过得很快，但是神给我们这个宝贵时间、优质时间，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根本不是浪费，是珍惜每一个时间，是非常有优质的时间。我们今天主祷文做结束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愿主耶稣与我们同在，以圣灵感动我们，充满着我们，把我们周末，把我们下个礼拜，把我们整个月的时间交托，乃是奉告耶稣的名字。阿门。掌声给耶稣。不要忘记，谢谢我们的谢拉牧师，我们给平安的上会，明天早上见。